夜晚有人在旺角派口罩等防疫用品，被警方以限聚令票控。夜晚大約8点，大批軍裝警員手持盾牌到旺角銀行中心對開截查一個攤檔，那個攤檔當時有幾個人，向途人免費派口罩、消毒噴霧等防疫用品。幾十個警員圍住最少6個攤檔負責人查問大約半個鐘頭之後，票控他們違反限聚令，每人罰款2000元。